从此开始才是真正的肩负大任之人，怎能在此一蹶不振，轻易放弃？从此开始才是真正的考验。正如亮所期许，您成功通过了考验。在不远的将来，天下将再度陷入战火之中，但是您已与亮及世间众多豪杰建立牢固的情谊，务必怀抱。